哦，Pacific Medical Clinic。就这样一盒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想必刚才大家也看到了哈，今天也是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老婆已经怀孕了，已经3个多月了。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？期待很紧张啊，不知道为人父母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。刚才我们去一个诊所拿一个验血的一个 kit，主要是就是。因为我们在第10周的时候已经做过B 超了，所以现在医生说是要抽血查那个有没有什么基因的疾病，所以过来拿下，然后下周去检查嘛。我还没约时间，我要先约时间。对，这里其实挺不方便的，我们还要自己先去拿那个装备，然后再去约时间去实验室化验。那接下来我们先去找个地方吃饭吧。疫情太严重了，叫了一堆肠粉，准备在车上吃。这家在列治文的肠粉大王，点了好几份，因为量很少。这家的肠粉是目前为止我们吃过最好吃的肠粉。哇！我这一份是牛肉肠粉，这家的肠粉非常的 Q 弹，我一直怀疑它加了什么东西粉进去。转眼间已经现在是5点多了，我们今天中午吃完饭以后，我老婆的护照快过期了，所以带着她去拍护照照片，连跑了3家的 Shoppers，都和 London Drug 都拍不了，都说打印机坏了，最后跑到一个专门做打印的店里面拍的，那因为人太多了就没怎么拍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主要不是记录什么生活。是想跟大家聊一聊，因为大家现在也都知道我老婆怀孕了，已经3个多月了。那现在面临的一个打疫苗 booster 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大概去年7月底打的，所以现在应该是2月初或者1月底会邀请我们去打。那现在我们就一直在犹豫，我老婆要不要打 booster 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现在是觉得 Omicron 这么严重。就是像每天都是2000多个新增，而且很多人是自测的，没有上报。所以现在一方面考虑呢，就是这么严重，如果继续严重下去，迟早都是会得的。那其实那就是两害取其轻嘛，那就打完疫苗可能抵抗力会强一点，到时候反应弱点。那另一个考虑呢，就是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现在的疫情可能政府也说了。已经到达高峰了，后面就会慢慢下降了。那有没有可能后面疫情就恢复到之前每天2、300例呢？那就也还好。所以现在是比较纠结的。你怎么想的？总好过现在，我现在不打的话，就很有可能感染。那感染的话，现在我怀着孕，不论是就是感冒的病毒，反正任何的病毒对小孩都不好。所以你是想打呢？我是想打的呀。我本来不怎么想他打的，但是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也有点犹豫了。不知道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有没有谁之前的老婆啊，或者朋友啊，是在怀孕的情况下打过疫苗的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，看一下打这个疫苗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们做个参考，谢谢啦。
其实现在每天单单看政府发的新增的病例还不是那么可怕，最可怕的是身边的朋友啊，平时看朋友圈啊，包括上班时候同事聊天啊，身边都有人确诊，所以现在就感觉周围每天都是踩着雷呀，过着每一天。其实我刚开始就去年的时候还没那么恐惧，反正现在这个时期可能也是因为老婆怀孕了吧，就每天胆战心惊呢，生怕上班的时候，特别是上一周上班的时候，在一个新房做这个店的项目，然后有一堆印度人过来做窗户，他整个公司大概七八个人跑过来做一个非常大的窗户，他们全部都不戴口罩啊。我直接告诉那个，建商的，一个现场的那个经理，我说他们怎么都不戴口罩，那他们也没办法。那个经理说这些印度人非常难沟通，然后他们不戴口罩就到处跑。那我正好在最高层，那做房间的布线，他就直接跑到最高层，哇，四个人在那边搞窗户，我直接从一侧跑到另一侧做了。所以现在，因为现在到处每天看朋友圈或者听别人讲，就都有人确诊，我就感觉现在大概周围你只要有四五十个人在一个同一个地方里面，肯定就有一个是携带新冠病毒的，这是目前我的估计跟体会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人一多就开始有点恐惧了，所以这一点。是我们比较犹豫的，到底要不要打疫苗？因为我现在自己认为，在温哥华这个地方，以现在 Omicron 的严重程度，迟早都是会中标的了。那剩下的就是幸运儿了。所以呢，现在这件事情还是这个决定呢，还是比较难做的，因为打了这个 booster。对胎儿有没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呢？尚不可知，但是没打肯定是好的。那我查了一下那个 CDC 政府的这研究报告啊，它根据去年一整年给孕妇打的这个疫苗的回访跟这个总结，它是说从这些报告中建议每个孕妇都要打 booster，因为它是说。打完 booster 对小孩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有伤害，而且，说孕妇的产生的抗体可以通过脐带传输给小孩，所以这样小孩出生就有抗体了，所以对小孩也是一种保护。那这是这个 CDC 上面的这种说法了。那因为我是觉得才只有一年不到的这个案例啊，数据不是很多，所以。这个可信程度有多少呢？也是有待商榷。但是目前我的老婆已经下定决心是要去打的了，我呢还是在徘徊，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应该是会去打，都会去打的。有一个让我稍微缓解的事情就是，我听说这个新冠的 booster 疫苗加强针呢，它的那灭活病毒的数量只是之前的第二针的一半。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依据，好像我是听我老板说的，那我自己没有验证过，可能我后面要去查一下。那如果这个灭活病毒呢，只是一半，而且它是灭活的，所以应该来说是这个伤害不会那么大，我觉得。不知道在看我视频的观众有没有对这些有研究的，也。非常感激大家，如果可以有什么信息可以分享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，也分享一下目前我们的担忧吧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，拜。